我们欢迎国漫史少女还有白星梦，掌声。
爱的那群，大家都跳得有点累了哦。现在这边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少女们，你们是第一次来成大同仁场吗？对，我们是第一次过来，很荣幸的就是能在成大表演。台下有没有也很巧，就是第一次来成大同仁场的呢？那我举个手好吗？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哦，都跟可爱的少女们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觉得今天会不会很热呢？今天真的非常热，然后我贴一些就是退热贴之类的，然后大家也都有做好补水的，就是充分补水吗？大家都有吗？台下有没有小心中暑？台下有没有做好喝水的措施呢？那没有去喝水的，现在赶快去喝一口水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第一次来成大同仁场的话，你们想要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我们这边的氛围呢？是一个，就是怎么说，很难能可贵吗？对，很难能可贵。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办，就是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表演。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邀请你们来表演，对，非常开心。那台下有没有观众想要发表一下你们对成大同仁场的一个形容词？还有没有其他的嘞？现在的阳光已经有比较小一点了，希望今天没有任何人中暑吧。有中暑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们赶快去做急救的部分。对，后面有成大医院。那么现在不要走开哦，我们还有接下来还有三首演出哦。嘿，就是在说你们不要走开哦，还有很精彩的演出哦，要留下来哦。那我在这里宣传一下我们的 IG， 我们是罗曼史少女罗曼斯修旧，然后我们的 IG 是 romance_hwai， 欢迎大家来追踪哦。然后在五月我们也会有活动在明夏宴。然后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都有听到吗？要来看哦，要记得去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的演出。
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要派出我们美人鱼了，是吧？你是要，你要赶我下台？这个我就是要赶你下台。这个邪恶的，其实我们是，我们是同类。刚刚你背叛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伪装。好，我现在都讲没关系啊。对，这没关系啊。对，我们要围绕海妖，我们要围绕海妖。对 ，OK。透明玻璃在黑夜不断被扩大，毫无遮掩，不需要感觉。天空在海面被阳光折射，可以面不经意改变。只要参考再多一些，相信自己会通过考验。记住这一点，想要听就能听得见，真相需要自己去发现。太多伤悲注定忽略。感受心中的快乐，深深关注，默契让你和我不再感觉孤独。没有人能看清楚我对你有多在乎，你的微笑透露对我的归属。命运的牵引有爱付出，一起让你和我勇敢面对痛苦。无论会有多辛苦，无论有多少痛苦，默契让勇气更加我要去哪里？我的心和你的幸福传说，也开始不到你完成的发型。整个世界混乱之中，莫名的考验无法熄灭。什么时候才是改变？眼泪代表某种喜悦，痛苦伤悲彻底忽略。那是完全的虚无，感觉付出。我其实你和我唯一爱的出路，是生命的清楚，是怀疑你的路，你的微笑永远在我心深处。命运的牵引其实迷糊，未来还有多少考验我不清楚。是自己越是辛苦，是心上越守护，我知道你是我的
个还要来改邪归正，你知道吗？加入正派。那改邪归正呢？他被我们改邪归正。爱的力量，知道吗？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，是什么歌呢？你们猜得到吗？这首是《珍珠美人鱼》，应该每个人都听过的，是最热门的一首歌，带给大家。七彩的微风，送给大家。粉色珍珠音调，蓝色珍珠音调，绿色珍珠音调，红色珍珠音调。接下来，各位新朋友们。